真的假的？这太可怕了吧！这样那个不会。对，那种情况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很不错，现在还好。可是全国来讲的话，有这种6个人会去自己。你说就一些人会去自己，对不对？早期的话顶多才6个人。如果说早期的话还有1种8种，好像有些人会说什么交男朋友女朋友啊，然后就是一个其他的。分手了就想要，有些人甚至会在胸口或那个手上，或大腿上刺那个喜欢的人的容貌。容貌哦，对，容貌有点扯。下一般来讲的话，他们这种来讲的话，不会让你吃什么。像有些人的话，都自动包括他后面其他话的。建议使用，因为的话，如果到时候我们就是打打。
有很多人刺青吗？学校的话，也是几个而已。不过你们刺青会比较老师会？会记过。会记过。啊，还会记过。一定要的通过。拿过。但我觉得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记过？
真的哦。对，如果不一定要干的话，嗯，休息一下。